一个小片提供了很多的悬疑点。女主人公说，守着你的承诺有点傻，因为你没有一件承诺是兑现的。现在好像男主人公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，而女嘉宾认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婚姻。老师们会如何帮助这一对呢？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刘28岁，来自大庆，职业后期制作。女嘉宾小郭27岁，来自吉林，无业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嘉宾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两位结婚多少年了？两年了。两年，孩子多大？已经7个月了。7个月，男孩还是女孩？女孩。好可爱的哈！在这个小片里面，你一直在说，上来就说他有很多的承诺，但都没有兑现过。这些承诺是指什么？就是我们俩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嘛。哦，相亲认识的。嗯，对，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，就说他家条件都挺好的。啊。然后我妈就觉得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物质，就是只要说两个孩子的基本的起点，生活起点挺好的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你指的这个起点好？就是有一个稳定的住所，有一个代步的车。我看小片里面也说了嘛，也有车，没有什么没。对呀、啊，但是结婚嘛，肯定都是说这些东西应该按理说都应该是新的呀。但是后来等到结婚的时候，真正去看房子和车的时候，都是家里面的二手房和二手车，然后跟当初承诺的时候都不太一样。哦。因为他答应我的时候都是挺好的嘛，他一开始如果就跟我沟通说，那结婚的时候可能也不是新房，也不能新装修，然后也不能新买车，那我肯定能理解的呀。啊、因为你说的时候和结果做的时候不一样，就是、你就跟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不好交代、啊。就是痛恨就痛恨在说谎了，是吧？就是没说清楚哈。那我这边家里边做买卖，然后资金链出了点问题，在我结婚之前，然后就拿不出这么多钱给我新买房子、啊、新买车，然后那个办这个婚礼，所以说。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，我就想，可能结婚的时候就会好，就会好一点。是，后来这房子和车我也接受了。那你说都已经定下婚期了，也跟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说过了，也不能不结了吧？我们俩感情倒挺好的。然后后来我就说，我说那行，我说那结婚的时候，你说哪一个女孩不都希望有一个盛大的、浪漫的婚礼吗？我说那你说咱们婚礼的时候就找一个好一点的酒店，就是豪华一点的，然后布置的浪漫一点的。他也答应我了，也同意了。结果等到婚礼的前一个月，我们回去跟司仪对场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在我们本地结婚嘛，他家是我们下面的一个县城的，因为得回他老家结婚。等到那个场地的时候，那哪是酒店呢？那就是一个大饭店，根本就跟我想的都不一样。然后我去跟司仪对的时候，司仪说的我之前订的那些婚礼流程啊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就特别生气，我说你这个为什么之前不和我说呢？我爱人可能不太了解我家乡那块的情况啊。在我家乡那块呢，就像他说的那种啊，豪华的街面上那种门脸特别漂亮的，但是它不一定实用。怎么不实用呢？我订的那个宾馆那个酒店，它有自己的大停车场，特别大。关有停车场有啥用啊？又不是说去看停多少车去了，不是看我结婚好不好看吗？你看我有那么多同学从外地过来什么的，还有亲人来了之后一看我在一个就是吃大锅饭的地方结婚。没事，反正也嫁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明白了，就姑娘觉得他这个人做事的方式不好，对吧？你说清楚我也能接受。就是他特别有主意，他这件事情从来都不和我说，他自己就觉得行就行了，也都不通知我一声，不告诉我一下。是是是是。接下来就是我看这个小片的另外一个疑问了，房子啊、车啊，什么39万，什么意思呀？我注册了一个公司，然后用这个公司注册了两个品牌。啊。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，我的创业梦想、啊、卖房卖车创业是吧？对，因为他要开婚纱摄影店，那又不是说一个小饭店20-30万就行了，那都上100万呢。那你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身家都搭上去吧、啊、他本来弄这个的时候吧，我一开始我也没有说持多大反对意见，那你看要创业嘛，肯定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、啊、但是你说你也不能现在把所有的身家都要压上去吧。不光是我自己出钱啊，然后有两个投资人，我们一起把这个店支起来，这算是第一家。但你拿的是大份的呀，你为什么要拿大份的呢？既然投资大家就合伙干呗，干啥就得你卖房子抵车的，别人咋不这样呢？啊，咱们想做好这个事儿，而且是牵头做这个事儿，一定要有诚意。